亲爱的姐姐，你平安。平安。啊，咱伫两礼拜前，哦，师父透过这个主题，啊，甲咱来啊分享，伫咱生命内面啊，诶，这个啊，咱讲吼，有这个这个象限，吼，这个象度，啊，再来讲吼，咱诶，这生命通唔通啊，搭整理啊，一个啊，讲一个正间人内面，啊，是讲伫一个正内面，安尼诶，限制咱对伫上帝是嘛，啊，对伫这个世间上帝所享受。甲栽培，哦，更加重要就是讲对上帝来的这智慧，哦，咱常常因为个人的这有限来束缚，哦，无限的上帝的这智慧，啊，所以伫两礼拜前，我师父甲咱啊分享这个主题，就是生命的向度。所以第一遍啊，我师父透过向内、向啊向内、向外、向左、向右啊，以及向上啊，甲咱三个分享。然后今仔日啊，我师父也要继续甲咱来思考。有关啊，伫这个生命的向度的这部分啊，咱常常会听见，就是长、宽、远、深，吼，透过伊关伫这四个角度，互咱啊做伙来思考。所以伫这第一部分，咱就是要三个来看，就是生命长度，生命长度啊。咱知伫这圣经内面的这记载啊，针对这当时的这个年啊，这个年岁哇，真长。在啊，约略有这个八九百岁吼，所以伫这创世纪第五章以后有记载，对吧？什么人活到七百多岁？什么人活到八百多岁？什么人活到九百多岁？哦，所以咱看，伊时阵人哇，他才长岁寿安尼。不过呢，到到只有一个叫做伊诺，伊诺伊的这性命上底只有三百六十五岁，哇，三百六十岁，咱想想吼，伫那伫伊现伫现在来讲，咱想想。要来祝福一个人，拢家讲吼，唔嘛，你敢食到啦？食饱钱吼，都无到三分之一个呢。哇，你要活到迄个岁数，到底是好啊歹啊？啊，知有时阵吼，咱来讲吼，若要活到迄个岁数，就爱啊爱变重啦，吼变重吼变走变吃吼，安尼才是真正即个福气啦吼。不过呢，当然咱来来看，伊当时即伊咯，安尼比较得活开，哎呀，即个伊咯吼，呾活三百六十五岁。那要甲伊其他的这个祖，甲伊这个祖先来比的话吼，哇，这个较短命呢。安尼是伊做了很好，还是讲伊无可想的？不过咱要看见，这个伊呢只有三百六十五岁，不过呢，伊却甲上帝同行三百冬，甲上帝同行三百冬，得到上帝的欢喜，得着神的喜悦。哦，所以吼，咱后尾伫这个部分就当知影有一个。啊，有一个地位伫这个所在，年岁一侪少，并无成功。我甲上帝有亲近无？我有甲主来同行无？所以当这个伊诺三百六十五岁时阵，上帝就注意伊无地到看见死。所以迄个这信仰上大的一个荣耀，信仰上大荣耀。所以讲伊无法度亲像伊祖先，会当搁加活五百岁、六百岁，毋过主来接伊去。无直接来敬到这个死，而且伊的性命，伊地面这个性命是上帝所欢喜的，甚至是三百冬要上帝来担行。所以直接予咱看见来讲，这性命长度的这重点，无在伫这个岁数的侪，而且是在伫我听识这个福音无，我把握这个福音无。所以伫这个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五节，伊这段经节安尼甲咱讲。嗯，遐个外面人，恁着伫地位来行，着保守机会，着保守机会吼，要爱惜光阴。所以今仔日上帝给我这个年岁，无论坐啊坐，因我唔知影。今仔日上帝到底什么时阵要调我去？是伫我十岁时阵，是伫我五十岁时阵，是伫我九十岁时阵要调我去，拢唔知影。所以大家注意，既然无清楚唔知。我就把握当下，把握即摆还阁伫地时阵，伫即个世间，无论我扮演任何角色，无论我有担任任何即职务，我就是要为着主来做工，我就是要为着主来活，我就是要为着主来做最好好的即见证。啊，所以这也相信，就是简单讲，是爱惜光阴，就是保守机会，来做透过了上帝所赏赐予咱的即信仰，即、這个年岁日。予咱会当来创造搁较侪即个价值，予咱会当来健康、来吃、来饮，用一个喜乐的心来享受，甲所听、
伫即个《传道书》第五章七十十节，以及十二章的十三节，伫遐也有咧甲咱提醒，来甲你用欢喜的即个心，甲你另外一半，甲你的先生，甲你的太太，会当日子用欢喜的心来带着敬畏的心，甲主来当行，而且也尽力记住记住所着做的即个代志。带着敬畏、敬畏上帝的心来接受伊的诫命，来接受伊的诫命。所以也伫这中间，互咱看见，咱的生命、咱的人生根本就是一个敬拜人生。所以无讲吼，我一秒钟我敬拜，我敬畏上帝，后一秒钟我着凊彩，我着乌皮来。有时伫我的一生的内面，上帝互我有机会，会佮继续来穿过，继续伫这個世间来存留。安尼，我每一个时间，每一个点，我就是一个正做一个敬虔的心，正做一个敬畏上帝的心。互我伫每一个点，也是面对每一项代志，我就是敬畏上帝来接受伊的带领。所以安尼，这信仰，咱就感觉讲哇，真长。这信仰也真有价值。袂因为讲哇，我今仔日一醒起，我今仔日到底要做啥物？为什么这信仰互我无法度感觉，也是一个真活泼，也是讲真有气力？所以，如果我若是用上帝话来进入伫我的信仰内面，咱就会感受到，原来我阁有遮尔济代志，我爱去做；原来阁有遮尔济代志，着爱我去关心；原来阁有遮尔济代志，毋是我去操办，是我倚靠上帝，互我伫这信仰内面，我会当来享受这个喜乐的这个信仰。所以，咱在世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日子，无论长也是短，总是有结束的一天。最终离开了，生命会当得到这个咱的这个后裔的这个纪念，互人感觉讲哇，真有感，真有感。伊的离开，互咱真少年安尼。若是安尼话，也因为咱平常时咱所付出的这个痛，咱所做的这个工，咱的生命，长呾亲像有在继续在延续。虽然咱伫地面上，我这个人的这个年岁，虽然已经结束了，不过咱所做的工，咱伫咱的四周围的人所吸入的这个痛，也更呾亲像在延续咱的这个年岁子。伫即个正人的即个心内，伫正人所欲做代志的时阵，就想着咱过去所做即个代志。所以咱知，伫新约时代教会有一个姊妹叫做道家吼波加，伊哇做真济真济即个好事，也帮助真济人。虽讲伊老尾有得着一个病来死去，哇伫侪侪的即个嘛是酒怪人，拢来提出即个道家伫变相时。怎样来共关心？怎样来陪伴因？常常来照顾着因，而且因的所欠，甚至这个道家也做啥，互这个人来迄个会当来签地无地到来归还。所以伫当道家离开的时阵，这个酒馆人，伊就将这个一切道家规定因所做这一切，下来互彼得看。后来彼得就伫伫遐来祈祷，伫祈祷的过程，伫即个彼得伫即个使徒行传第九章三十六节到四十二节，伫遐就记载，当彼得祈祷了后，道家就安尼来到我。所以这意思到底是在于啥物？这意思无在于讲哇，这个人跟我，是在于讲伊的这个痛爱是永不止息的这个痛。所以这个痛是要予人会当扩大扩大。即、这个我是活伫人的心内，是活伫人的心内，不是我一直活伫即个人的即个身躯边，是活伫人的即个心内。所以也透过一只，互咱来看见，这爱使人可以长久活着，活在人的心里。所以也伫即个传道书第五章二十节，传道书第五章二十节。伫这段经上就安尼讲，伊无大大受着一生的年纪，因为上帝照伊的心所欢喜的应答伊。吼，而且吼，就安尼讲吼，生活中得到神的祝福和恩典，人就不需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过长过短，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所以伫这段经上，我咧讲，咱人无需要去。
来商量啊，我到底要花偌久，会当伫这机会，会当来请假，会当来加薪无？我大家思考，我会因为安尼，明仔我着我着继续活伫这世间无？逐天着咧操烦车，当逐天拢咧操烦车的时阵，我就无机会、无时间会当来听吧。我就无时间，搁加会当来释怀，会当来思考，什么人有欠过，我应该搁来帮助伊。当咧想讲，我要安怎，互家己会当活也一刻久，当想着这部分了了，当想着家己的需要，安尼比较，咱的心就无法度来去咯。啊，所以伫这第一部分，互咱看见，这生命的这长度，我的生命这长度到底是因为我一百岁，这才是长吗？还是我是五十岁了了，不过我所做。值得予人来笑了。第一个，这是咱来思考；第二个，就是生命的这跨度，生命的宽度，生命跨度。咱知一牛米是安那，一样米是一牛米，是百年人。所以每一人其实吼，拢有真特别的这个品质甲这个风格。吼，所以吼，有的人爱食白饭，有的人爱食炒米，有的人爱食炒饭，有的人爱食煮米。奇怪呢，啊，同款一个米，哦，为什么啊？这个台南所食的这个口味也是煮法，就一定无同呢？哦，所以伫这内面来看，这就是人有真特别，上帝所赏赐祝福的这内面。不过呢，也有时阵，人也因为限制伫家己的这个背景，也会显现一个真委屈的一个个人的一个观点。所以有的人真啊，讲固执嘛是啦，就刚刚讲哦，讲就是爱安尼煮。无安尼做吼，就歹食吼。啊，若搁加其他一那个里里口口一大堆的这物件，安尼食了就袂好食。唔过呢，有个人就讲讲，哎呀，哦，我咧食了吼，真澎湃，真丰富，哦，我食了吼，真欢喜。所以伫这内面，哦，人会因为家己的这个欢喜，以及家己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经历，哦，比较有时阵会限制咱人的这个跨度。限制咱来看图，所以怎样来了解，怎样来接纳无同的这个啊，咱讲吼，这個、不同的视野，还是讲无同的这個角度来规划咱个人的这個生命的这跨度，咱那亲像啊，这张图叫做什么？啊，看图说故事，宰相肚里能撑船，啊，这意思是什么？做高领导。
正确的一个方法，不是逐项拢接啦，安尼当然嘛唔对。哦，所以接啦，是爱透透过讨论，透过互相学习，透过互相来了解，哦，知讲哦，安尼是对的，安尼是好的，然后互相接，才做一个合作的开始。所以伫遮甲别人关系，这个是啥物人？哦，那才是主耶稣，好无啦？透过安尼，咱大概吼知讲，这是主耶稣啦，吼。OK， 我来猜，主耶稣为什么伫这伫旷野所在咧祈祷？为什么？哦，这当然有一个前提，哦，就是主耶稣伊要伫这群众内面，伊要来选出十二个学生，十二个使徒，就是来军队伊个人吼上亲近的人，伊要栽培这人，因为吼伫群众内面无上帝主耶稣可能想讲吼哇，遮侪人你安怎来教？你安怎来教？所以伊先来召集。好热心的这学生，然后日子来给他教示，日子叫伊甲伊三脚行，甲伊三脚对伊来生活，透过伊生活这内面，分对三冬半的时间，互伊会当看见主耶稣讲啥，主耶稣做啥物，所以互咱看见主耶稣伊规暝规日当夜的祈祷，吼，咱讲彻夜祷告，然后来选出十二个学生。这十二个学生有优秀无？是博士吗？是企业家吗？是 CEO 吗？还是讲吼是百八公分生得缘投的，真将才？恁嘛无呢？咱看见这十二个学生呐，哦，这个能力吼，各自不同啦吼，所以伫内面吼，咱看见最后所在挑选这十二个学生。有落课的这个两个啦，就是彼得，也是讲互人真看见，当咱亲像这过街的老鼠，吼，就是这个税吏马太，佮有甚物啦？这个在政治狂热政治狂热的这笨瑞党分子西蒙，哇，佮有性格真暴躁的这个拿破，佮有多疑不安的这个德玛，佮有偷提钱的这个犹大，哎呀！主耶稣，你规暝都是咧祈祷啥物？你是咧度孤吗？你为着要选一十二个学生，你竟然选出这么凄惨的这个学生，竟然无一个坐到真疼的，还是讲伫这个世代会当互人讲哇赞赞赞？主耶稣，你选出来学生，一个就是一个比一个搁较好，吼，拢是伫当时的这个社会国家的这个精英，却不是安尼。咱看见主耶稣，伊为虾米要来选出安尼一个学生？其实，当咱看见主耶稣的心意的时阵，咱会当知影，目前伫咱教会内面，咱敢是大人，也是共款属龙共相，还是属龙共相？敢是每一个人哦，拢就是长官，每一个人就是领导者，嘛毋是啊。所以伫这内面，上帝主耶稣爱咱彼此来学习。透过伊的模范，伊怎样来带领伊的学生？虽讲伫这学生内面，真正佫予人予最后所真意到真相信，甚至佫甲出卖，甚至佫伫别人的面前佫无要认伊。所以咱家己心内会当来想想，如果今仔日我的囡仔伫外面，当迄个即个囡仔外面一阵的同学伫遐咧佚佗的时阵。然后吼，咱伫外面，我看到咱的后生，咱查某囝，咱着喊伊名，喊伊名的时阵，哇，伊的同学就讲，咦，迄个人是咧伫喊伊呢，迄个我唔捌，咱的心内安那，迄是真艰苦呢，咱肺腑心肠，咱要体力的迄个感受，主要说就是面对安尼，甚至佫互人出卖。即出卖有人哦，可能伊个后生讲，唔单是讲唔捌，甚至讲啊，迄个是痟个。咱看见，如果咱若是甲主耶稣拄着安尼代志个时阵，咱个心内安怎？如果主耶稣有缘来接纳这个学生，有缘来包容这个学生，甚至也甲彼得讲，当你回头个时阵，你爱来坚固你个兄，你个坚固你个兄弟，你个姊妹。所以，伫遮互咱看见，主耶稣伊所表现的是一个信仰的一个跨度，信仰这个跨度。所以，当然，饶恕也会当来跟随咱的幻想的这个跨度。好，所以伫这个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节。
节到三十五节，啊，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到三十五节，而且彼得就对主耶稣讲，啊，甲伊讲主啊，我兄弟得罪我，我需要伊着几摆，着七摆吗？耶稣甲伊讲，我无甲你讲着到七摆，就是到七十个七摆。就是到七十个七拜，然后到伫这三十五十的时阵讲，安尼恁大人无用心赦免恁的兄弟，就我的天父也要安尼宽待你。主要说了，天父要怎样来宽待咱？当咱无要挑谢咱的兄弟的时阵，咱的悲伤会离开。有原因的，无要挑谢咱，哇，这严重呢！咱常常恳求上帝来赦免咱的罪。不过，当咱恳求一边，一咱向上帝讲，主啊，主啊，上帝啊，爸啊，爸啊，赦免我，赦免我。当我大时阵，你哪安尼？你哪安尼？我真啊用真严格的这态度来检视咱的兄弟姊妹。不过，当你回头时阵，啊，主啊，主啊，我是可怜的啦，我是我是自卑些啦，就赦免我，赦免我。所以，主要说就是伫这个大事这顶面，必须来改正伊的这心。不是几摆的这个意思，主要是你每一摆都爱来付出你疼的心，付出真实这疼的心，真正来赦免、来原谅你的兄弟的姊妹。不是讲啊好啦好啦，但是过安尼，这无真正的原谅，这无真正的这赦免甲饶恕。所以当伫遮我咧看，伫箴言十九章十一节讲，箴言十九章十一节，伫遮啊是古人讲，人有见识。就无怪怪受气，下面人的过失就是伊的原因，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这就是性命荣耀的跨度。我要给我的性命是要吃最多的荣耀的跨度，还是说给人家说啊，这人就是这样小气小气啊，比如小气巴拉，吼，就讲啊，这人就安尼，啊，即讲一句话，啊，就安尼受气，啊，有时阵，啊，不是讲我迄个，有时阵，啊，不是刁工的，哦，有时阵吼，只是不小心而已，啊，就安尼甲变刁刁，所以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所以以前我咧讲，咱若小小，咱若不要咧过意不去，还是讲哦怀恨在心，这吼其实跟自己过不去。可能这人一早就袂记啊。伊个安静，我拢同个生活，佮个人大家互动互笑，啊，咱心内一直咧白条白条，哦，我随时时间，我变做变做，心内一直缩白条啊。毋过伫遮最后说爱个人，真正下面，当你下面的时阵，你家己会当来建立即种一个荣耀的一个信仰。所以这是第二部分，信仰的跨度。第三，咱来看信仰的宽度。信仰宽度吼，当然有一句话吼，咱嘛定爱定真爱讲来讲。飞得越高，就会看得怎样？越远哈、哦，所以这个呢，哈、啊，那亲像鹰叫吼，飞翔飞快，鹰叫飞翔飞快，这快这时啊，啊，才会愈快愈快吼，啊，所以啊，伫这个哥伦西书第三章啊，第一节到第二节，而且也有完，安尼甲咱分享啊，哥伦西书三章第一节、第二节，而且讲，所以并。恁若捌甲基督同坐我，就着求伫顶面的事。基督伫遐坐伫上帝的大边，着意义顶面的事，毋通意义地上的事。好，所以比较啊，你记得所在文块，我们的生命提升到神的高度。所以说，属小的地心就是顶面的事，无去想念地面的事。好，就会当予咱无受着这个世俗的这个包袱，这个牵拖吼，和咱的哦，这个生活，咱的活命，咱的性命，会当去活得较自在。所以，伫这腓立比人书第一章二十一节，伊遮也甲咱讲，我就是基督，哦，活着就是基督。所以，那有可能我活着，我即摆我活着啊，所以我是基督吗？当然，毋是咧，伊毋是代表咧，只讲咱来学习耶稣基督的这个心啊，专的这所讲所做。我人会当伫咱的性命这顶面看见，咱就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咱就是属于基督的人。哦，比如说哦，我就是真正啊基督的本诶，这本心不是哦，还是讲那就是我是分身。所以当人看见讲，哇、哦，这是基督徒，这是基督徒。哦，因为伊唔免加介绍哦，基督是啥物？哦，因为无共信仰，唔过哦，透过伊的
就会当知讲，这是啊，这是基督教，这是军队主耶稣啦。当安尼听见别人在安尼讲的时阵，其实这就是咱信仰的一种见证。所以呢，在腓立比人书第三章，腓立比人书第三章的这第七节，伫这个所在也啊有安尼甲你讲，三章七节讲，那是变数最我的利益的，我为着基督已经看伊最损害。啊，所以啊，这个保罗伊也就是安尼，伊感觉讲过去伊啊伊的这个事迹，伊的这个权力，伊任何伫这个世间一切的这个啊这个名甲利。伊拢甲当作是粪扫，当作是粪土。伊讲讲，这无甚物奇妙。现在我拥有了基督，我就拥有一切。我耶稣基督伫伊个信仰伫我内面，我就当作耶稣基督是我的至宝。所以伊来放下这一切，为着要来得着基督。所以伫这三章啊，腓立比人书第三章啊，第这十四节，也就是咱常常啊真爱鼓励咱家己，也来祝福别人一句话，就讲。所代表来走，到得到上帝伫基督耶稣对顶面要咱的信，所以咱啊，既然最完全的要存即个心志，那伫什么事恁存别样的心志，上帝也要即个支持恁。那是咱所已经到的，就啊，就照即个来行。哦，所以哦，咱看见，伊即个世间可能也有烦，常常会甲咱变化。将咱来啊，加做一个塔台，将咱来啊，加做一个塔台，加做一个啊，一个瓦斗的一个石。哦，所以吼，当一个困难时阵啊，咱就无法度破灭。当个一个困难加做一个阻挡的时阵，将上帝听，将上帝救赎来把阻挡掉。咱就想想，咱的心情，咱的信仰，就想想，就互这困难，互这阻挡来断掉咱的这个。啊，这个成长的一个小人生命成长的一个机会，哦，所以而且我们上帝帮助咱，要亲像约伯记四十二章第五节，约伯伊亲自所讲，我讲前我前面孔听见你，但我目睭看见你。咱自细汉如果若是伫这个基督化的家庭成长的这些姊妹，咱就爱用起你这段经节，我前。耳孔听见哩，过去拢是听父母在讲啊，啊来教会，哦，即个逐工来读圣经，来认真搁较深，来认捌上帝，甚至用你的信仰，用你的生活来建立什么是你的信仰。如果一直到伫你三四十岁，有缘拢是，搁是父母一直咧甲你提醒的话，安尼就当亲像约伯同款。我有缘拢是听，因为这信仰，这搁还袂建立到伫我的心内。所以咱来亲像约伯同款，但我目睭看见你，看见上帝作为，看见上帝亲自伫我生命内面所做一切的工，予我的生命会当来为着主来做，为着主来活。这是第三个生命的关头。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这亲眼当然也包括，也是一个啊生命的一个经历，毋是单听而已，哦，有风声。有风声，哦，可能有时阵吼，拢在讲吼，什么人讲什么吼，吼，什么人讲什么吼，拢是风声。佫较重要，什么才是这啊，这是见物，来当面看见，我亲眼来看见，这才是真实，这才是真实。最后，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阮这个约伯伊亲身的这个信仰的这个经历，也会当真多，咱本身的这个经历。所以，甲上帝同在，予咱的信仰，诶，这个信仰的这个宽度会愈宽，这个信仰的这个价值，看见是对上帝来的这个信仰的这个价值，第四点，信仰的深度。那么，这深度吼，伫顶一处的这个讲题，要稍微有谈到这个部分。所以，咱知这深度，那亲像一个真奥妙的一个代志。虽然这是人的这地位所无法度去了解，哦，所以这深度，哦，这深也表示讲，有时阵来讲哦，哇，这宇宙哦，到底是深到倒位啊？哦，以咱人即摆有限的这个科技，这个时代哦，到目前搁无法度来深深来了解，还是讲哦，伫咱的这麦克到伫伊这宇宙，伫咱的地球上深的这个海底哦，一万外公尺的这所在。我是伫即个，应该是伫菲律宾的，我即个
太平洋的一个海沟，哇，迄是真亲真亲。到目前虽讲科技嘛是依然无法度完全来探测这个深到底的深度到底有甚物的这个状况，有甚物的这个升温。所以深度对人来讲实在是一个真恶的完全会当了解的部分。所以生命的深度也就是嘛是同款的，是一个无法度来预知的一个代志。所以咱也是讲会当来反映，也是讲咱当完全会当来了解一个代志。所以咱只有法度一步一步来了解，一步一步来学习，一步一步来探讨。所以呢，伫这个诗篇139篇，诗篇139篇第十六节，诗篇139篇第十六节，伫遮有安尼讲吼，伫遮是予咱看见啥物，就讲看见上帝，伊是超越时间。是一个永远的一个存在，消息看到人的过去、人的现在，以及看见人的未来。所以，伫这个诗篇139篇16节，直接来讲，我未生未正贤的体质，你的目睭已经看见，我所行的路子，还未有一日，拢记伫你的册，拢记伫你的册。所以，直接来讲，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这是什么意思？在我还未出世之前，上帝就知影，就看见我，就知影我生做安尼的这个形象，就知。不过上帝的救赎早已经就临到伫我的身上啊！所以咱看，上帝是无受着这时间的这束缚，上帝是一个无限的上帝。所以当人要来求讨上帝这旨意甲这个锻炼的时阵，咱就是一直在学，咱就是在挖掘，一直在学，一直在学。主啊，你的心意到底是啥物？你的心意到底是啥物？恳求上帝帮助我，让我每一日用一个探究心，会当更加深深来了解你的心意到底是啥物。所以，予咱会当祈祷到最后时阵，会当来得到对上伫上帝性命内面迄个真正的迄个智慧。所以，咱也看见圣人们哦。伊当然，伊无求任何个代志，伊呾讲求上帝予伊啥物，予伊智慧。毋过呢，智慧如果若无继续，若无持续来经历，无持续来对住个话，即个智慧也暂时就安尼来离开。所以咱看见说了无，嘛是共款。拄拄开始个时阵，伊是一个敬畏上帝个一个王，伊是一个敬虔个一个王。所以呢，真正有对上帝来即个智慧。不过呢，渐渐，伊受着人的这个栽培，受着人的这个经验，将伊来游离开上帝这个智慧。所以咱看见这个所罗门王，伊嘛是安顽强不拔，伊嘛是安尼渐渐来离开上帝这个智慧，直到来做出来行出做，予咱认为讲太有可能，这个智慧人伊安尼做。当咱看见伊的性命，而且深度愈来愈深的时阵，所看见的这性命，原来就是安尼样样。所以咱伫需要有上帝的智慧来帮助咱，也所以咱常常来追求上帝所予咱的这智慧。当然，这智慧对咱来讲是一个真奥妙一个代志。所以有智慧啦，有时阵反倒咱会感觉讲，我实在是真无智慧。若是我智慧啦，咱常常会感觉，常常会听见有人讲，我知啦，这就是安尼啦，这无啥物啦，这我上清楚的，这我上头的。所以伫这内面有时阵，咱感觉这叫做一个吊诡，叫做一个吊诡机关。一个有真正有深度、有知识的人，有智慧的人，伊就安尼，伊会真谦虚，伊会真谦虚，因为伊知讲我阁无够叻。我阁无真捌，所以我阁有真侪伫世间的这代志，我袂捌。不过有时阵，咱却看见有人甲咱家己真歹啦，却显出家己的一个肤浅性命的一个肤浅。所以这所谓的吊诡，到底是啥物吊诡？所以伫遮我来讲，其实这吊诡，其实只有一个标准，就讲到底有敬畏上帝，敬畏上帝才是智慧的基础。所以。恳求上帝帮助咱，在咱的性命内面，当然要靠咱家己本身。咱常常无法度来察觉到这软弱的这部分，所以咱需要信心。信心是咱的保护师，信心会带领咱进入一切的一
讲吼，《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节到十一节，而且上帝话安尼甲讲，那是上帝有用圣神甲咱显明伊，因为圣神透彻万事，甲上帝的旨吼。但人的事，若不是伊家己的神，别人是罪未知。安尼，上帝的事，若不是上帝的神，也无一个未知。哦，所以咱唔通来迄个照着家己意思，哦，要来解释讲，哦，我知，哦，即个上帝意思就是安尼，唔是，咱来先祈祷，咱来先向彼此顺服伫主的面前，恳求圣神来启示咱，恳求圣神应咱来讲话，互咱会当来辨别上帝的心意到底是啥物。所以当圣神帮咱来担当咱的软弱时，咱就会当来照着上帝的旨意来生活，安尼，咱的性命就深度，咱的性命就会有智慧。所以啊，非常的感谢咱透过今天的在，而且啊，这四个这个强度，伫顶一处，咱是来讲，向向上、向外、向内，以及向左、向右。伊咱是看见，伫这性命，而且长宽。远亲的这部分，阮就想着予咱啊，伫这個向度的这内面，当然不是讲哦，包括这两块环境吼，愈饱，就是要来见证讲我真好，不是，咱是哪强逼，哪强逼，看见咱是有限的人，咱特别真正需要上帝的锻炼，需要圣神的引带。予咱看见，咱人实在是袂得啊！咱拢是有罪人，当咱拢是有罪人，咱就无这个立场上上咧，伫指责别人讲，你受罪，你安尼做唔得。予咱用一个较包容的心，用一个彼此接纳的这个态度来看见上帝所创造的每一个伫伊的这新的这内面，每一个人拢是真特别。所以感谢主。好，咱今仔日，咱会当坐伫这所在，咱今仔日，拢会当吃水，而且定和教会的一份子，所以既然拢做伙伫这所在，让咱亲像水亚所所拣选的十个学生，每一人拢有伊的优点，嘛有伊的缺点，有伊的软弱的所在，不过水亚所拢已经来接纳伊，所以咱有啥物人，咱来讲来讲，我无咧接纳你，你安尼无好，你安尼无好，不是。当咱在恳求上帝接纳咱的时阵，咱就相信爱共一个时间恳求上帝帮助咱。主啊，恳求你接纳我，也予我当来接纳我的兄弟姊妹。咱开始来祈祷。天主，我感谢你，你实在是疼我。当遐我还袂出世之前，当我还袂形成之前，主你就已经拣选我，你就已经认捌我。主，这是何等大恩典甲疼爱！所以主，今仔日你将这个活命，将这个救赎来赏赐予阮的时，当阮安尼领受，阮也爱无袂记得主你的你真唔好的一句话，恳求你，予帮助阮，予阮抱着谦卑顺服的心，互相来彼此来接纳。因阮看见你本身就是真做阮的模范，你面对你学生，面对世间人所做的这一切。当然，伫阮若无诚实的部分，主你拢会当来接纳。不过，若是伫真理的这顶面，阮看见你是真勇敢，你是用被上帝话搁一遍来面对这人，然后来指责因。当然，你的指责也带出去，期待因会当来回转，会当来悔改，会当来认罪。当阮若是阮所做的这代志，无甲这个甲真理无任何的这干涉，只是伫地面上的一挂这经验，一挂的这做法来听，主啊，恳求你帮助阮，予阮伫这顶面，阮着无过头的这个坚持，阮会当来彼此来协调，彼此来学习，彼此来看见上帝你伫这个人心上，伫迄个人心上，伫这兄弟姊妹心上。诶，即个性命，诶，即个长阔宽深，互阮会当因安尼互相来接纳，阮的性命也会因为安尼来得到更加丰富。感谢你，安尼祈祷，到最后所祈祷，圣主耶稣，阿门。